Om Shanti， 爱的问候，我们有如此无限的有爱的全球大家庭，我给到每个人问候，是的，是肯定，充满着喜悦。当我体验到第一种连接和我自己，一旦我听到这个词，我是一个纯洁、宁静、祥和的灵魂，身体只是一个工具。就几分钟内，我感受到内在是如此的喜悦，我可以把它称为是超感官的喜悦。喜悦或者说快乐，这不会通过任何的感官可以体验到的，或者说吃好吃的，听好听的音乐，是感受不到的，就是灵魂体验那种快乐喜悦，感觉好像世界好像打开了，感觉看着我自己的脸，哪怕会有那种喜悦，而且有非常非常深的一种轻盈，喜悦来自于感觉有想法，作为一个灵魂，这是完完全全自由的，我得要创造跟身体很好的关系，更多的理解身体和灵魂。然后就会有一个境界，我会把它称为是一个极乐的，因为当我找到了我自己的真相的时候，什么是我内在的身份形态，真的会给我处在极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。极乐是超越于痛苦和快乐的，因为有时候呢会有快乐啊，关于外在的某些东西的一些喜悦，那么相应的肯定是会有痛苦，会看到一些损失啊，意念牵挂执着，但是这个非常深沉的极乐的一种境界，我也感觉到是如此的轻盈，我感觉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，感觉没有负担，我感觉是如此的喜悦，我开始有非常非常自然的感觉，微笑的这种很自然的感觉，快乐，还有这种摆脱痛苦的自由，感觉我自己作为主权者摆脱了痛苦，爸爸给我们非常非常美的头衔，摆脱痛苦的一位，而且我明白我不需要获得痛苦或者握住这个痛苦，
快乐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。快乐是我所获得的这一份继承的品质。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的容易自然，当有快乐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内在的力量、稳定、恒定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会发生，都会是有益处的。所以创造那样的一种连接与大自然，与大自然的连接处在和谐的状态。当我看着任何大自然的元素的时候，有着非常纯净的连接，同时也找到我内在与神至尊非常纯洁的连接，与圣爸爸非常纯洁的连接。他给予我如此多的快乐，如此多的喜悦，那就是一旦我想着爸爸作为爱的海洋，痛苦的处，痛苦的消除者，快乐的给予者，我感觉到是如此的快乐，非常的喜悦，开始觉得我自我主权的这样的一种境界，而且非常深沉的感知到成功就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，同时我也是一个胜利者灵魂，胜利也是和我在一起的。成为不朽的永恒的，体验爸爸所有的祝福。一旦我感觉到神正在看着我，作为非常特别崇高的灵魂，我开始去欣赏和观察我所扮演的这一个角色，以及我所拥有的这份幸运福气，从神那所得到的喜悦，很开心与神一起我所承担的这一个角色和部分，而且他承诺会作为我的伙伴，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好的导师，我可以依赖的，而且那份无条件的爱，永恒的爱，真的真的让我有一定程度的快乐，内在我会觉得感受到翩翩起舞，同时也在深深的寂静中，深深的内在和谐、稳定，所有这些品质给到我对自己的信任，有了这份爱与信任，这份喜悦就会出现。所以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的幸运崇高，不仅仅孩子，同时也作为神的扳手。我想给予我美好的祝愿、祝福、祝贺，
以及爸爸的祝福，给到这一个滋养的项目已经开始的，由整个团队一起组织的。我代表爸爸，给到所有，给到很多很多的爱以美好的祝愿，我们每一个人一直一直都处在快乐中，而且持续不断的在超感官的喜悦中翩翩起舞，因为快乐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，是我的财产。Om Shanti。